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智慧天下文。在科学界，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宇宙的诞生都是源于起点大爆炸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宇宙已经存在138亿年了。然而在人类还没有诞生前，恐龙曾经统治地球1.2亿年。要不是6500万年前的陨石碰撞地球，造成大面积死亡，也许恐龙就进化成高等智慧的生物。然而在2.2亿年前，我们人类其实就存在了，还有证据被科学家们发现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快跟小编一起来看看。1968年的一个夏天，一位美国的业余化石专家在犹他州附近敲开了一片化石。这一敲不但松动了100多年来现代人类所笃信的进化论，更替人类发展史研究敲开另一扇门。这位美国专家表示，这块化石是2.2亿年前，在敲开这片化石之后，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。这个鞋印长约26公分，宽8到9公分。从鞋印后跟部分下凹一点5公分来看，这应该是一双和现代人类所穿的便鞋类似的鞋子。众所周知，三叶虫其实是生活在1亿年前的地球上的生物。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才能够把这两件东西联系在一起呢？答案就是在我们之前曾经是存在过高智慧文明的人类。然而对于这样的未解之谜，我们也就只能够寄希望于未来的科技发展了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